平时不爱太说话，但是我一唱歌那就来精神了，唱的好歹无所谓，我就是可带劲了。可带劲了。因为这个舞台会非常吸引人，展现一下自己。我把无人的歌声给挂名，真正的年纪是大可带劲了。这个也很不错的。宁愿别人来消费你，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快乐，也是挺好的。弄干净点哦，师傅。啊。弄干净点，别把鸟到处都拉臭。等过两天搬走了，不就好了吗？就早点来找你。对呀、啊。你还打扫，咱也一会儿功夫。你这也活 好半天了。他就40块钱一天做流浪歌手，也是经常在这边住，他们到一个城市就是唱一下，流浪一下，然后再赶往下一个城市。就是我写的那个歌。写的1000多首嘛，为了把自己的原创作品做出来，攒几个月做几首歌，录一首歌也得4-5千左右。为了录一首歌，你得攒多长时间？那也得攒个一个月1-2个月吧，大概。一壶飘过浪迹天涯，奈何何何何。你走之后，秋暖回忆思念送，水下多了时间怎么透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你收尾的时候，收尾的时候干脆一点，你看这一句。你站立着孤单矗立在窗口，呵呵呵。我在门后假装。觉得你唱歌好听吗？我唱歌并不好听，但是我也比较投入，无论唱的好坏，我是用心在唱。每天的辛劳穷得找回跑，梦里魂都不放弃，成功有技巧，偷懒的人。你回来了。嗯，要走吗？城管过来，我就是收摊了嘛，尽量配合他们的工作。现在只能说是维持生活吧，一天有时候挪10来多个地方，刚摆上又收起来，你说怎么能去好好的去赚钱？赚不到钱。麻溜锅，宾馆你到时候改名面筋旅馆。你老婆呢？没老婆，哪有老婆？没有老婆呀，一心为了他的梦想、哦、去追求。老婆跟我分开10多年了嘛，这因为我这个对音乐比较痴迷，感觉到可能跟我生活在一块不可靠，就自己选择了离开。小孩都根本你都见不到的。他妈给带走了。嗯，十多年没见面。你想的。已经是说，下定决心了。不管是我是内行还是外行，把这个音乐道路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嗯。